在加拿大的本拿比，在爱德蒙社区呢，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儿童园游会。当地的慈济志工呢，是推出了大爱感恩科技的服装秀，还有有奖征答，让现场的民众是上了一堂有趣的环保课。宝特瓶回收做何用？大爱感恩科技研发多。休闲上班或聚会，冬暖夏凉，随着流行走。本拿比市每年会在爱德蒙社区举办儿童园游会，慈济职工总是行动支持。以大爱感恩科技为主题的服装秀，让观众打开视野。捐款是物资的赞助，亲身互动才是大爱的交流。关爱社区小朋友，陪伴度过快乐的假期，有吃有喝又有玩。本拿比慈济人更把握机会向大家宣导，要以行动更爱护地球。大爱新闻之声美职工王寿雄加拿大报道。